农历春节前夕送来幸福年菜，也圆满陈女士心愿。你的愿望高不高兴？纯棉的。66岁的陈女士独居，屋内狭小，就被单用了20年。破去呀，烂去呀，感谢，感谢，这质感真好诶，讲。车祸后手术，陈女士下肢无力，行走不便。我带你帮阿姐来坐坐。医师兄好，祝福祝福。高龄93岁的余老先生，轻微失智和中风，提前围炉吃年菜，像跟亲人相聚一样欢喜。大家拢听说啊，要来厦门围炉，很幸福的味道。独居长者很多几乎都是身心障碍或者行动不便，其实他们是很难出去自己买东西吃，因此我们长照推展中心跟师兄师姐研发了我们的素食年菜。春节前夕，全台居服员化身外送员，送上幸福年菜。去吃有好吃无？阮的菜啊，有去吃袂歹，袂歹吼，啊，吃好。彰化鹿港81岁的黄老先生中风多年，啊，让恁大家安家个照顾安，啊，照顾我，今麦较会行，无较早袂行。长照友爱为独居长者发送年菜，也张贴祝福春联，欢喜迎接新年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王光辉、张永彤，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